我们家是不是很美？出门就是大海，嘿嘿，你们喜欢吗？漂亮！哇，这个房间风景好好，我喜欢这儿。这没人住吧？我来住这儿。你做梦！没看我屁股都坐这儿了吗？你屁股坐这儿，你就得睡这儿啊？主人没说话呢，一点不懂礼貌。小桑，啊，你说这房间该是谁睡啊？反正我不管，你们自个儿决定。我跟梁晨一起睡。啊？你干嘛要跟梁晨睡啊？我为啥不能跟梁晨一起睡啊？因为是我和。我跟曼婷睡，顾燕帧和梁晨一起睡啊？对。可是我想跟梁晨一起睡。你怎么老想跟梁晨睡啊？你是不是打什么鬼主意？我能打啥鬼主意啊？再说了，跟梁晨睡咋了？那在学校就是顾燕帧跟梁晨的，在这里也是继续顾燕帧跟梁晨睡，我跟曲婉婷。对对对，讲得对。那这个房间有人住了吗？当然我们了。我不知道，你问小松。小松，我是女生，我睡这里可以吗？我看还是让女孩子住吧。耶，垃圾。你这家伙没情义，走。